姐妹们啊，今天吃一个家乡面，酥肉、菜苔，还有一个泡椒啊。跟你们讲，这个泡椒很好吃的，过年一定要去弄上它，安排到。它可以拿来炒肉啊，炒牛肉，泡椒什么都好吃。嗯，好烫。家乡面很劲道，我视频就拍到这里了，因为我昨天晚上没吃东西，到现在才吃东西，所以肚子很饿，但是吃的太饱了，待会儿胃受不了。感谢大家支持。